从石头打给我。如果想要长高，需要足够的睡眠。晚上十一点到早上七点的中间，不要打电话给我，不要打电话给我，除非你想请我吃早餐。在午睡的时候，有朋友还没睡，但是在我醒的时候，他们最喜欢打电话给我，问我你要不要来。谢谢。